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这里好熟悉，好像以前来过一样。你在想什么？我的财富不多，只有这龙隐天池和千年灵力。 希望你不要嫌弃。我不在乎这些，我只在乎你。如今你已经知道我是妖。嗯，那天我看见了你的龙角。那你会对我负责吗？什么负责？你不知道吗？戏文上说，如果男子看了女子的身子，那女子就失去了清白。 男子会对女子负责，必然会娶了她。如今你已经看了我的龙角，我清白已逝。我就是看了你的角而已，不至于失了清白吧？清白这个东西，只要你想要，我很乐意给你。我并没有很想要。 我现在有好多想做的事情，却不知道该先做哪一件好。嗯，那就做你最想让我做的那件。那我们现在是要去哪儿啊？去看看你梦里那个美丽的地方。别怕，有我在。